声音获得久违的过二收视，全国推及收视人口过6000万，中餐厅 0.884%， 欢乐之城 0.743%， 但是份额只有 2.8%， 节目还是太小众了。周五是一枝独秀，周六是百花齐放，跨界歌王、非诚勿扰、快乐大本营三档节目过一，这也是很久没出现过的盛况。最优的我们青春同学会和我家那小子也都过了 0.7%。 其实精品君一直都觉得周六才是最适合看综艺节目的，周日只有一档新武林大会过一，熟悉的味道 0.843%， 了不起的孩子 0.648%， 天天向上 0.568%， 被调档的节目也要好好生存啊。中国新说唱第三期点击率7443万，而中国好声音仅在爱奇艺就有8245万点击率，再加上电视收视是远超过新说唱了。从这个数据看来，电视死亡的论调还是少提为好。